det kører, det kører det var lidt nej. Det kører med mig nu, for mig sjov. Det er kører lærer, jeg tager. Tager jeg lærer til, der er hvang, hva? Jeg lærer noget, det kan tage. Ej, nej. Jeg var vant til, men jeg på dag for mig. Jeg synes, jeg bare lader bare tjene til, at jeg kan mig. 爸，你今天是不是你也请客吧？上饭店呢？多大饭店？多少钱？咱吃点带骨带丝的。啥有家吗？今天我们准备吃大餐，你家有没有了？没有。那把上你家店店去。我家没有。这他妈谁都能给多少钱？ 你这卖铁的地上，这卖地上，我拿，我拿去，来不来？这不拉刀了。这你这帮帮住了吧？这一车铁都不干你那实在的那值钱呐。二百块钱卖铁吗？这光买二百块钱帮你花车。哈哈哈哈哈！太贵了哈！卖铁。爸，现在心里特别高兴，我这铁子卖多少钱呢？ 五块钱一斤，我也五八四。那个，咋样了啊？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咱们收废铁的地方。多少钱一斤？上下钱也有。多少钱一斤？件儿里是四块。啊。这是那杂铝呢。那杂铝多少？三块一斤。你瞅瞅，咱们你瞅瞅这玩意儿什么叫杂铝件？铝片子。啊，对。铝片四块。那什么呢？铜多少钱一斤？上钱。我不是，我问你。你不用问，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一下说。 你这铁连好带赖就这么卸了，一堆卸。好了好赖，就一堆卸。行，我也。你这好铁多钱呢？好铁一块。啊。一块钱，这把我给卸一块，这卸一块。哎呀，你这都卸了一块得了，你看。卸不了。王哪？哪的人？王，你没上过全院，就是上你家这块来过。 就找你家，要完了。这是我公姐。这是公姐唱啊，对，公姐唱。615是吧？对。你我爸就冲你这人实在了吗？除了铁给我，剩啥都没有。还远呢。妈呀，这咋薅不到呢？ 第四家，我这不是那家，不是，就是面，不远是不远。这搁上他那脑子，要不然太冷了。脑袋，是吧？哼，哪能不一样？你看他腰的准不准呢？这是钢化玻璃吧？嗯。哎，正好就。啊，这前面都堆堆过去了。嗯。前面往里去了。还有弯吗，爸？ 专门要尺的，啥都干的。那这尺要的多准呢？严丝合缝的。上了不用啊。两个夹。上面没事。固定。只要开点都没事，就完犊子。这没事了，不麻烦了。嗯。你说我这个。喜事儿。螃蟹，从电杆上往出倒个当当。俺这小的呢。家小的，疼手呢，给家捅出来了。哦。 完了，这镜子换多了，一年换两茶。我这今儿不行，扎上它。啊，这行，疼死啊！加油！疼死了。不是，这就能开走了。到时候你摸两边感觉干了，再卸下接胶布。啊。来，得充会电呢。得充电，得充一宿。不是，刀叉不得卸过去吗？那回。